多漂亮！师傅，那我们走了。哎，你好好啊，你好好在这乘凉吧。我们这可能不知道要多久回来了。快，尽量快点，不是尽量快点，玩尽兴了以后。玩尽兴再回来，今天就这一个项目。今天的景点就这一个下塔。哎，你帽子又戴反了。没戴反，可是怎么就不对呢？那你，这就对了。我们这次旅行从来没有过的这么省心，可以随便的玩儿。每次师傅都告诉我们，没有时间限制，得玩尽兴。我们现在坐在车里，要开26公里去下特古道。这个景点要玩一天，很大，16公里长。进去以后还要有徒步，要走的话，步行要5-6个小时。现在没有办法骑马，那些马都被骑走了，告诉我们说1小时也不一定能有马回来，来回6公里，关键不知道是什么路，他说是山路就不一样了，我们走走看，实在走不动就不去了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两个人在徒步旅行去花海，3公里对我们俩来说那不区区的小事，只是有点可惜没有骑到马，我还有点骑马上瘾了。那天那个小女孩就那么几分钟就让我下来了。对，那个小女孩吧，是英姿飒爽。英姿飒爽是英姿飒爽，可是太短了，我还没骑够。啥意思啊？被山神惊到啊！山神惊到了，不得了。我来了，可以说是经典路线。对的，那肯定是，他们肯定比我没有经验。我现在是就一点也不想动心思做功课，累心，就做了一个江布拉克，租车呀，住酒店呐，选择呀，都累得够呛，知道吗？你不比较你就不知道该定哪个，就那么一天就把我累够呛，所以我就不想以后出门，我也不想做功课，就选择他们这种的，多掏点钱。多掏点钱，买个省心舒服。给你穿吧，你穿吧。放在那兜里边。你觉得我系上比不系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咚咚咚咚咚，这里好安静的，没有人。我们3公里，这3公里的路况还有点那种感觉，说我骑马的回来了，你羡慕他们吗？没啥羡慕。Hello， 太棒了！哇，人家戴那帽子多漂亮！我们还要过河呢。我们来的马回来多了。哎呦！幸亏我没骑马，这个路我是有点害怕的。这幸亏我没骑马，我现在看，我肯定害怕，这么高陡。那我呢？我站在这儿。哎呦，太绝了！
心中有你的镜子。你屁股坐在树顶上最好看了，坐树顶。我两屁股坐不行吗？我一屁股坐树上，我要两屁股坐树顶。啊，真好看呐，真好看！你在这个景色当中也可漂亮了。哎，把这个粉衣服给你。不要。绿色，来点粉色披上。不是，放腰上。对的，好看，直起腰来。我给你拍几张啊。很艰难，我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我们还没有走到花海，马上翻过这块就是了。现在坐在这儿吃一点。刚才看看，充电器摔坏了，手机充电器掉下来了，掉地上了。没把手机摔坏就万幸了。必须吃点东西了。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，美啊，向了眼看日出。哎，我们这个地方太应该来了。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豁然开朗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。哦，看这个景色，花海，我们终于爬到了花海，看看现在的景色，夏天的花海，这边就是大草坪和雪山喽，好壮观！这边脚下啦。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，向了眼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。走喽，好，开路回家。
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，想了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，虽然一个人我并不孤独，在心中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。